三天，我都长出草了都。你挺大个体格子，挺大个脑瓜子，啥也不是，你吃那啥都赶不上热乎。谁赶不上热乎了啊？说什么话？谁赶不上？谁赶不上热乎了啊？行，你能赶上。废话，必须赶上。你咋才来呢？我不刚才。才来怎么的？才来怎么的？才来呢？怎的？才来呢？怎的？才来呢？怎才来呢？才来呢？才来呢？哎呀！还怼我呀？这边还没好呢。干嘛拆？我真讨厌这背后捣人的，有什么话你当面说啊？说话招干啥？是你三年前找的我吧？啊，对了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说啥事儿？哎呀，一个礼拜了，我都没看上大美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呀？出大事了，结婚了？结什么婚呢？你不一个礼拜没看着大美了吗？啊，我两个礼拜没看着小米粒了，他俩在一起呢。啊，那我就放心了。放啥心呢？还有一个人呢。谁呀？田笨笨。啊，这咋的？你他俩在一块儿，这好啊好啊，你是不是傻呀？啊，你知道不？田笨笨是咱们小区的妇女之友。那就有他的呗，那跟我什么关系？你是怎么喜欢上大美姐的？大伙都知道吗？那我搁小区门口卖碗青花瓷，然后他过来看了我一眼，往我这心里咔咔咔的。看你一眼你就喜欢上大美姐了。田笨笨学你做买卖呢，和小米粒在大美姐家卖面膜呢。你猜大美姐看的多少眼了？天哪！哎呀！流氓！咱俩共同的敌人是田笨笨。我怕小米粒喜欢上田笨笨，你怕大美姐喜欢上田笨笨。咱俩要想把田笨干倒的话，必须强强联合。